会多少有一点看不清楚旋转。抓哪个？是球上面啊，沾了汗水。直接开长球，这个球被抓来！哦，漂亮！第一局感觉打到现在啊，凌云如沐。11-2，马龙轻松的拿下第一局。其实是打到第一阶段的后半段啊，就感觉凌云如逐渐的适应了乒超的这种。接发排名最高的啊，是排在第七位，梁靖昆呢是排在第九位。还是发正手短，反手上手。一般出台。漂亮。第一板凌云如拧起来之后啊，马龙反拉还是给到正手位。今天其实马龙也。哎呦，好球啊！这个质量太高了，这劈底线劈的还是不。今天马龙的发球，你看第一个球没有。哎呦，这是个擦网球。9-6，属于选择打一个回头，拧完之后还是去塞向凌云如的正手位。7-9，打一个发球，直接开长球。哎呀，正手这一下没有搏上，开长球侧切。凌云如的应变还是比较好。漂亮，还是让凌云如拧起来之后呢，这个球，哦，这接发不，拉得很转啊，马龙削一板，这个球在清白，哈哈，漂亮。高抛，发板出台，反手快撕。又是发一个出台的啊，连续的防守，漂亮。这分零，而且马龙没有侧开啊，凌云如反手直接。反拉了一条，有悬念。啊，这个正手。接发球的一个快摆短。打高抛，
中路短的这个球白短有一点擦网，哎呦，还是发高抛球开长球啊，那段之后抢上手被打回头，再次快速的衔接马龙扑正手的一个反拉，马龙在场上啊展现出来的这种活力啊，你根本就不会觉得他是已经是一个老运动员了。八还是马龙发球，继续的摆短漂亮，中间短的马龙劈长，这个球林育儒也是一个啊，这是一个幸运分啊，十还是快摆之后抢上手，10-11，还是林昀儒发球，马龙吃了一个，这球还是高抛发球，正手短的回摆，这个球马龙的翻挑啊，应该是擦边了。这样，山东鲁能队是3-1战胜了。